大角咀肢解谋杀案，警方根据疑犯的口供，朝早再到海辉道浪晴湾对开公众码头搜索被丢弃的一块手掌同部分肉块。警方今次出动两只快艇，同埋派出三名蛙人潜入水底打捞案中仍未找到的尸体残肢。经过一轮打捞，仍未搜索到任何证物。案中两名死者的29岁细仔周海亮同周海亮的一名35岁友人，被警方落案控告两项谋杀罪，二人将于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被肢解夫妇是64岁的周荣基同63岁的萧月儿。警方在3月9日接获他们的大仔报案，指父母失踪，又指两人曾经表示去内地玩，但警方发现两夫妇没有出境记录。警方在3月15日在角祥街一个单位里面发现一些人体残肢，经调查后，案件证实涉及死者的29岁细仔同其中一名友人。案件目前交由港岛总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稍后将会安排为死者进行验尸，以确定其死因。香港风频电视记者戴叶文报道。